开播了。开导播，没有人进来。他们先开播。嘿嘿，大家晚安。对不起，我本来是想说五点半要开播，可是因为刚刚在对东西，好像来不及。对，然后现在提早开，有没有提早？其实晚开。等一下，六点是那个官方的，让你动起来，官方的，我们会做运动。但我这一支的话，等一下应该就是会架在旁边。嗨嗨，嗨嗨，第一次在外面直播，有点。你要穿鞋还是拖鞋？我都可以，可以拖。我今天穿蜡笔小新的袜子，好，没人在乎，没人在乎，因为给大家看我的袜子。拖鞋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给你们看？嗨，耶，可爱吧？真可爱。你在干嘛？我的袜子是蜡笔小新。我们看雨晴的袜子，人家是猫咪，好可爱哦！输了吧？来宾的袜子，等一下就知道来宾是谁了哦。哦，对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对不起。你放那个桌子上。嗨。谢谢。好。然后这个叠在身上。小新的头发好多，我的头发也很多啊。往内放。好的。这样比较不会掉出来，一样就是在你的上面，就是这样往内角就好了，它荧幕在里面就好了。谢谢。全部人我没有手，笑死，可怜了，没有手。这个角度腿看起来好长，我本来就腿就很长。这一定是错觉。我全家最高了，开玩笑。来了，你看，姐姐。你夹错，他夹错边了。哎，我们昨天就这样了。真的你们看，晶晶姐姐很强，她没有在听。教练，你有想好你要跳什么舞？你要跳什么？教练，你是跳什么舞风的 ？Locking。可以哦。你的强项。好像我会一样。我不会跳舞。我们教练说他会跳舞，你们送礼物他就跳，你懂不懂？等一下，你们送多一点，我们就派米娜跟教练 battle。他们要在那个吧？他们要对，所以等一下才能。耶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很好看。人的问题。你们是光打的好，你看我这么大胆的光，我的直播间也很好看。来给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等一下直播的地方。我现在脸是不是好大？等一下哦，这样子的，说好，哒哒哒哒，耶！好，我要转过来，你们不能看太多。但你们等一下，他们拿礼物是要丢那个官方那个的，当然。哦，对，你们不要在这边丢礼物哦，是等一下在那个让你动起来的官方丢才有抽奖。3万追踪就 cover 入门，我已经3万追踪啦，谢谢大家。场地怎么感觉比前几天高级？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啦，我们是在浪 life 的他们的那个，这个是哪里？就是一个办公室，公司里面。要转镜头了。哦，要转镜头了是吗？差不多了。好。大家，我要准备转镜头了，等一下可能就不能跟你们互动。你看我早开，你们都不跟我互动，你们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在还在吗 ？Hello，Hello。你转过来了吗？那我要转镜头了，大家等等。你们看，要看这边还是看那个让你动起来？你们搜寻让你动起来就。不对，你们要看让你动起来，你们两边都看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怎么看两边。你就先讲，我明天生日的时候会晚上9点会开播，所以我等一下先专心运动。
爱，我现在先专心运动，然后明天再跟大家聊天。对，明天也会开，我等一下运动。好，你转好了吗？我还没，好，我现在要转了，大家等等见。哎，别，等一下，在哪里转呢、啊？我嗨，啊啊，叫到大哥了，哈哈。耶、yeah. 啊！你俩不要跑、哦。好。我看，我有背包，这个是我们的健身房给我们的，叫做 Anytime Fitness。我念错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念错。Yeah, my English very good. 为什么要背着背包运动？因为背包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。有人说两个年纪大的做运动。谁年纪大、啊？我还没有过生日。因为里面有那个水壶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要运动要补充水分，所以他们给的。然后还有嘞 ，IG 的一个抽奖游戏，这个很重要。欸、你看，你也偶尔看一下这边。嗨、嗯，毛巾，很好看呢、欸。嗯，再靠我一点，再靠一下。然后还有运动，还需要什么？一个人住两排。对啊，大家看我左脸好看没有？真的很怕进来。还有这个运动很重要，要穿我的圣诞 T， 很可爱，不需要吧？它很重要，不需要吧？设计师。设计，非常可爱，就是草地的颜色，这很重要。大家去运动要记得带这三样东西哦，好不好？我要收起来，等一下再给你们。我们准备开始。差不多过去了。我也有看过你这么慌。你们左边右边都没有。没有啊，就我拍得到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。唱歌部分。好，我要开始了。三、二、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。让你动一下，哎，动起来啦！一下不够。交换位置是不是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等一下再吃，哎，运动完再走开，走开，谢谢。等一下，
明娜明天生日。对呀、啊嗯。那其实就是我特别准备一个东西要送明娜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送你哪里你都知道什么意思。来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完蛋了，我说我觉得他会是……你不要讲出来。他会是敌人，你知道要给我零食大礼包之类的。吃粉。讲话精神重。超重的。教练，我叫 Jimmy， 我来自 Anytime 信安核电。那我们全球都有我们的据点，我们总共有5000多家。那在台湾的话，我们有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还有高雄等等分店。那我们是24小时的，那欢迎大家各位夜猫族没事的可以来找我们运动哦，谢谢。那那个下班很晚的也是可以任何时间去。没错，我们没有借口了，没有借口了。教练很严格的。哦，教练，那我们今天其实有邀请一个人跟我们就是一起来接受您的考验。哦，是，大家晚上好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欢迎唱歌。欢迎唱歌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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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个性很有歌的范儿，哦，有我感觉到好像有 有是吗？可是其实我是女的啦，有看得出来，有看得出来是女生。我去看演，哦，我有看到，你好你好，你唱歌很好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乱唱一通。对，唱歌很好听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唱很认真的，还说哎，你还是别唱歌。好了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播一定会有抽奖活动。没错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抽的东西呢，是我们 A。礼包对不对？没错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刚好不好意思就再来。难道就是我们身上背着这个吗？没错。我该背错别人东西。天哪，这太凶了吧！要代言了还背错别人，这直接发他，还不如发我。那我们的大礼包，我们有送毛巾、漱口袋，还有我们信安核电的体验30天。30天。没错，让你体验哦。里面还有最重要的口罩。没错，口罩，哎、欸，大家。要注意最近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防疫的问题，大家可以看偶像海报。对，大家只要送出偶像海报就即可参加抽奖。没错，记得送出偶像海报哦。好，那现在呢事不宜迟，其实乔哥我们每次来录节目啊，我们都要做一些残酷的面对现实的部分，就是要站上那个体脂机。好的，今天很漂亮嘛，可是为了把那个数值好看，要不要先旁边猜一下？好好好 ，OK。对对对，能猜的尽量猜。对对，太精心准备了啦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 ，IG 呢，让 Life 的 IG 有做一个活动，米娜不见了。只要你在下面留言，哎，还给大家米娜。体脂是多少？真的这个蛮过分的，我只要觉得不好意思讲出来。好了，只要留言，看不到抱歉抱歉，看到了看到。多少你也可以参加抽奖哦。那还要 #tag 你的朋友，一位朋友，对，一位朋友，你要 #tag 很多位，也是 OK 啦，好不好？明天中午开始留言，对，然后到礼拜五哦，大家你要记得哦。哇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教练要帮你讲一下，今天预计带我们哪一些的动作啊？动作啊，没问题。就是教练，我是真的有点累了，就是希望不要太难。毕竟我们就是7月生日嘛，对不对？年纪也往上涨了，寿星，嘘嘘
边讲，我们年纪往上涨，我觉得希望可以有一些老年福利。完了，那你们这样子，你现在我是兵马俑了啊！教练就是平常我在练。OK， 好，今天的话我会带两位做简单的暖身操，是我们简单的核心动作，简单核心动作，对，暖起来。那今天主要呼应我们主题是再见的肉肉腿，所以我们关于腿下肢的部分，没错，最基本的能力，但也是你们女生最喜欢练的东西。那女生做起来，如果平常没有练的话，会特别困难吗？因为有些问题就是像有些人的髋关节不太会动，所以他们在蹲的时候可能有两种，一种是我们所谓的正确的蹲，往下站起来，对，这种是错误的，就髋不动，他会用跪的方式，那这时候你们的膝盖就比较容易受伤。原来，我们鼻子量出来哦，什么鼻子出来？鼻子量出来，要这样直接公众的跟大家讲吗？其实很瘦哎。Toki Toki， 等一下，其实真的超瘦，给大家看，大家先猜一下，大家先猜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吃完炸鸡，做完运动，往上的猜。来，大家猜一下，有没有18、17啊之类的？想问一下，乔哥之前有测过体脂？有，大概多久之前？大概一年前。一年前有点远了。数值有变动，变差很多，是变多上还是下？下。哦，那是不是，现在是比之前上。之前上。对，所以大家要往上的猜。大家往上。等一下，他们是直接猜哦，45。他们就是没有那个界限，大家可以有23的出现的，其实差不多差不多。哎，有二十的，26是怎么样？我看起来很多肥。26应该是我吧，我脸多肥。只这边就是猜了这么20的值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来公布吧，因为大家要参加抽奖嘛，大家一定要抽中。整数哦，整数。哎，谁这么厉害？接近，有人猜的接近，有人猜小数点。厉害，厉害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在镜头上看就这么肥啊？没有啦。2.9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去。所以正确答案是45.5。45.23。23。23。没事，我班长点你。对，大家比我瘦。其实女生真的好容易骗人。真的。我上次测24。我上次24。所以到 IG 留言是留23。大家一定要去 IG 留23，然后你要 #tag 你的朋友好吗？要 tag 你的朋友。好，那其实运动之前嘛，我们就什么刚好是雨晴的年纪，你走开。23吗？哎，他很年轻。对呀，还没有。出社会一年吧。那你跟我年纪差不多。好了，我们先不讲年纪，不谈年纪，谈数字伤感情，你懂不懂？好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因为要运动，那最现实的是暖身，没错，教练暖身要怎么做？哎，等一下，听说就是前几天的直播啊，昨天嘛，那个小教练就是。一直这样，然后像 battle 那样，你有点按耐不住，你是不是有个热舞的灵魂？是不是快要解放？听说教练说他想要把教练换掉，他要跟他 PK。什么热舞的什么健身界的舞王 ？No， 他要被物化了。再帮他开一集两个 battle。然后教练有在看吗？他说他要 PK， 他说他不屑看。有。你把世界之霸，已经换主题了吗？换主题了吗？哇，对不对？有对不对？那教练是不是可以来秀一段？秀一段。哎，这个歌曲可以吗？会不会太慢？啊，有点太抒情了。太抒情了，那可能要麻烦你那个激昂。哎，教练你要跳什么？拉丁还是跑丁还是你直接定杆？我觉得就是 freestyle 吧，想跳就跳。教练有来了。
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第五张单曲，好不好？好。一秒一秒约好的八八八那一段，是。是我们要吹泡泡，对，我们一起来。一口。对，我们。OK， 太简单。我们后面吗？对，要右手。小妞妞是吹泡泡的。对，吹泡泡，然后。它是这个企鹅手。对，然后就是发的时候要推出去，然后收回来再换手。对，然后好协调哦。然后先，然后这样子，两个赞，然后变成一个爱心，拿爱心分开。的屁股要先往右，往左，再往右。哦，大家舞感都很好哎，天哪！那我们直接开始好了。好，太厉害，大家直接用这个暖身，这样不用做了。没有啊，该跑就该上跑了。我想说聊越久就不用做了。对，被发现，不要想出来。五六七八。麦克风。谢谢大家。耶！这是我刚刚看到的。我没看到教练跳怎样。对，有点尴尬，好险我拍手了，好险我拍手了。差一点点，有点可惜啦。好，回去看回放。事不宜迟，就是大家送偶像海报参加抽奖期间呢，就是也要多多帮我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因为平常我们练舞也是蛮累的，啊，特别是要健身，要跟你们一起运动，希望你们不要吃饭的时候就说，真好。他们在运动了，这样。点赞。有人说教练真可爱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转推了转推了。没转推，谢谢。好了，太快了啦！现在要请教练，就是为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暖身的一些基本功。我刚以为你要说教练让我们带来一些健身。我想看教练跳舞。奇怪，我看你们动起来，你们的收视率就比我好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们看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东西放一放。卸下。那我们要怎么站呢？好，那我在前面好不好？在前面做示范。OK 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简单的动作叫做熊爬。哎，熊爬这练习我们简单的核心，没错，就是那只 bear 可爱的熊，对，我们熊爬。哦，我喜欢熊。好，等一下做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四足跪地，双手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，呈现一个屈膝的动作。你拿的脂肪。注意哦，脚尖都在脸上的姿势。脚尖不能把我顶起来，这样子。好，敲一下。做的时候身体稳住，可以把膝盖自己的膝盖扶起来。光这样子，其实很多人很厉害，可以哦。教练手是要在肩膀下方吗？对，正下方会比较好。好，熊爬嘛，所以我们会学习熊，学习熊，所以会我们会类似这样，手同手同脚的。同手。往后，往后，哎，哦，这个我很会耶，对，大家注意哦，很会，很会，不协调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哎，太，不要暴冲，我们是文明人，我们不是动物人。跟小朋友不是都这样爬？文明人，我们就学习他们爬的方式，哎，往前，往后，哎，做，我们做的过程中，我们慢慢做就好，不需要是大长方的嘛，所以然后这时候，哎，我们这样爬，轻轻爬就好了。OK 吗？好，请问我们大概要做什么？好，我们这样子，大概可以爬回家了。这样我们前后大概抓抓八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八下吗？哎，前后算一下。哦，前后踩一下。对，前后踩一下，没错。很好的了解。那前后几步算一下？一步吗？两步。好，两步。哎，前二后二。前后二，后二。前后零下，怎么我就好像算是有问题？往前爬两下，往后爬两下。来，再说一就一，二就二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请教练们。来，大家预备，大家预备。好，先撑起来，各位熊准备出发，预备 ，Go！ 来，一、二，来往后，来一、二，哎，明南怎么了？没有。完了，找不到家了，找不到手，来再来一。明南在干嘛？二，来往后，来一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我？完了，有熊要落掉了。来三，往前。哎，往前二，哎，啊，往前，我错，我错，我错。教练，你是想要多偷偷让我多做一组？哎，嘘，生日愿望不能讲出来。那不是我的愿望。我们还没结束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好，来第四哦，来往前一，一，二，二，来往后，来一，一，二，好来五，来一，二，好来一。屁股要跟屁股的话，尽量可以跟你的前面的肩膀一直线会比较好，所以以前你太高喽，再来一点，没错。好，来继续，来往前一，因为我们已经止下了。来第六，来一，才六，二，来稳稳坐，它不需要快，来一，你哪日常？二，好来一，二，
来最后一次哦，来一、二，往后来一、二。OK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这样还可以，我觉得我已经流汗了。没错，重爬很累。我回想起那个小时候刚学爬的时候，你才记得起来。一二。对，是那种感觉。那乔哥，海绵哥，你有没有运动过？我不知道这个强度 OK 吗？还 OK， 可以再强一点。真的假的？哦、还有呀、啊。乔哥体脂这么低的。对呀、啊。太小。太小。因为你看，你们刚撑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把你四肢都在发力，发力了，对。然后还有主要是核心的控制。如果你们慢慢去做，才会体会到你整个核心都在一起抽动，一起在用。好，我们要干嘛 ？Level up， up， 还 up， 当然要 up， up 啦。Level up， 来，来来，我们有前后嘛，就有什么，就有左右，就有左右，上下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吓死你。好，那要我们以刚刚的动作为基础。压住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同手同脚一起出去，会变成是往外面收回来。那我觉得我会不协调。往外面收回来，所以过程中一样，你身体尽量不要凹来凹去的，不稳坐就好，它不要挤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OK 了，好，一样，我们就是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，然后左边一次，这样就好。就是从右边出去，然后再回到中间的概念。对，没错。右边这样。那要给他点时间。哦，好好。好，学习学习。我们都是那个新生儿，新生儿。目前第七个月。好，那我们左右的话，我们就抓六下就好，好不好？六下啊。哎，左右算一下。来，预备，来 ，go。来二，好来一，来二，还有大家很会跑，来三。我中间有了，被夹到手上。来超，来一，哎，大家很会跑。小熊先来二，好来一，这样很像是老人复健的。宝宝加油！二加油加油，各位熊宝宝们！我应该是滑梯。来一，你滚的吧？来二，来最后一次哦！来一，来二 ，OK， 来，各位熊宝宝休息一下。我觉得还需要休息的。好，这个感觉如何？左右的移动的方式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比较难一些些？有协调性要练一下，没错。我觉得前后比较累，我也觉得前后比较累，对，前后比较次数比较多。嗯，可能是次数，但有人觉得就是不一样的用力方式。也许他是什么爬熊宝宝里面横爬界的冠军，就可能这样。你螃蟹了，你这样久一点，有没有上节目当裁？我要变快爬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把两个动作合体，前后左右。哇，我觉得肯定很厉害，你还在跳台客舞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用熊的方式，这样你们多一个才艺了，好不好？就不用用台客舞了，大家可以动一动试试看。对，所以等一下怎么做一样，我们可以先往前，往右边，往后，往左边，前，那种感觉。右后。对，前右后左 ，OK 吗？前右后左，就一个正方形。对，一个小正方形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总共做四次就好了。我想先绕一圈看看。好，我们从这边，从这边绕一圈。可以做六次吗？好，可以做六次吗？哎呀，不行吧？那大家要给他们奖励嘛，对不对？有海报的送起来。送麦克风，送麦克风给他们。没错，他们。黄教练说他会再跳一支舞。哎哎哎！耶！不是卖我吗？各位拜托，各位，送我先，送我先，拜托。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哦，各位。教练想转移目标哎。好，来哦，那这次我们听前右后左 ，OK 吗？好。对，当然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习惯的方式，就是稳稳的这样排 ，OK 吗？好，预备，过来前。来右，来后，来左，来第一次哦，来第二圈，来前，右，后，左，好像还可以哦，可以哦，那我们可以加快吗？可以，好，可以，预备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有很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。OK， 四次了，我们发现冠军是雨晴。哇，这种东西讲话都会的，刚讲话你知道吗？我超怕他很累。非常认真在爬，厉害呀！
好，那我们的暖身操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有没有稍微热起来一点，各位？有。小热小热，这胸吗？恭喜！怎么了？教练，来，中奖！恭喜严俊佳！俊佳，恭喜！你中奖了！中奖了，bro！你可以得到那个一大包 bro！ 一大包我们的，对，大礼包，我们的大礼包，我们的大礼包，还有30日的体验券，教练准备好，就是因为严俊佳来你们的那个新安和店，你要好好的对待他，用熊踏式。没问题，我要从一楼爬到二楼，再从二楼爬回 B2。教练。有这么高吗？没有啦，就 B1 跟一楼。我想说怎么会多了两个人？先吓一下他们。哦，好的。我想说怎么会这样？你早说嘛，我就去二楼练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暖身结束。好，现在时间暖身结束嘛，就是看再抽下个礼物。对，我们下一个呢，就是如果大家说偶像海报的话，我们三个会拍一个合照，而且会签名哦，要抽奖送给大家。我们的签名合照。对对对。在下一个抽奖里面，大家记得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一定要送出偶像海报。1、2、3就有3个，应该的。那这个是4个吗？我就来我们店，要送多少送多少。免费拍是吗，教练？对，免费拍。怎么这样？来店可以找教练合照。冰娜袜子好丑。红了，红了，教练红了。谢谢各位，掺流量，掺流量。可以，教练很努力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舞蹈能力比我们好太多了。没有。是不是，教练？是不是听到音乐有点受不了，想要跳一下？教练跳了，其实 Mina 有一些内八的部分，教练，我们站中间好。哦，好。哦，对。教练站中间，怎么是你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自己要闹。闹。教练，因为你是教练。Mina 等下活动给你带。好啦，其实 Mina 就是有的时候她会内八。哦，内八。对，就是像做深蹲的时候啊，膝盖总是会内夹。内夹好。通常我们最常听到嘛，大家所谓的内外八的问题，那其实这很多文献，那大部分在8岁之前。你是可以去比较好的矫正，除非是太严重了。现在已经8成。他看起来像8岁，我可以来救。还有救吗？现在再加2。我不能把那个年龄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主要讲我们内八，那通常内八可能是有几个地方。对，我们常常讲是可能是什么？我们俗称叫下丘趴综合症。主要是可能你的腿的内侧跟外侧这样可能有点不足，甚至我们臀部、力量不足。对，或者说你自己的日常的松弛感不太好。不是，教练，他帮我把牙齿做了是吧？还有牙齿做，牙齿做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因为我每次牙齿都会变汤嘛，所以就是因为牙齿做对腿型不好，所以我跟他说牙齿就是做好。完了，今天我没有跟牙齿有关的动作，怎么办？完了，然后他牙齿，那我应该可以做很好，因为我跟牙齿。下两下听。OK， 反正就是在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啊，尽量不要是维持这个动作。做深的时候，你可以尽量可以拿那种所谓的橡胶的翘臀圈去练习，看外面的力气，让你自己可以往下做。因为这是蛮多古人会发生的问题。像有人问深蹲会伤膝盖。哦，深蹲伤膝盖，好，深蹲伤膝盖，我们只能说风险的高低会比较好。对，那。像是如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如果我们蹲的时候我们髋关节动，你这样膝盖压力会很大很大。对，那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它其实你要注意哦，压力变小，但还是有压力存在。对，就是大部分压力会给你嘛，就是你们想要练的动作，对吧？所以动作正确非常重要哦，各位。刚刚有一个问题啊，是有人问说教练的舞蹈是自学的吗？哦，对啊，我从大学1年级才开始哦。哇，那没有舞感。哦，就是因为以前我是校队，所以我高中以前都是在当篮球的校队，空手道。哇！要不要再踢一下？再踢一下！我那时候还有跑 Q 哎，我们拿这么好的表现，这教练好像要激发第三专场了。谁在教练踢一下呢？没做好，教练你可以助跑那种空中的踢吗？空中踢这边有这么多距离吗？所以教练其实可以。
可以。但是我怕我把镜头挤走了。对，那主要是说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们练完，我就坐在我们道场旁边，那隔壁都是高中生嘛，那时候大家在跳舞，就看到帅哦，好帅，好想跳舞哦。那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就是去考进正式的大学，然后就比较轻松，就加入社团这样。哦，算是正舞社的。没错。那大家还好奇教练呢、啊，就是什么人生故事的话，可以找他报名课，对，好不好？而且24小时，哎，教练两点还可以跟你聊天。我想，我生病，我想睡觉。哎、啊，那睡觉不是不行，我们好像要正课要开始。没错。那我其实蛮想睡觉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正课要开始，今天主题。再见的肉肉腿，那就要讲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动作就是深蹲的部分，深蹲的部分。那我们也要会分为三个进退阶，进退阶。好，第一个最简单的深蹲，大家注意哦，我们双脚的部分在干嘛？可以与肩同宽。如果不太舒服的同学，可以稍微往外开15度角，开15度角，注意膝盖不要内八哦，往外开。好，这个时候双手你们可以用什么一样？少女祈祷式。对，少女祈祷式，来吸气的时候往下，屁股向后向下坐，来直到你的屁股对准膝盖。教练蹲好低哦。当然啦，教练要多低才是够的？还是我们就直接这样下去？最好是略低于膝盖，然后略低于膝盖。对，略低于膝盖，然后再把我用力的踩地板站起来吐气。再出去。教练才下去慢，上来快。对，可以先这样简单的操作哦。了解。来跟我简单做好不好？好，来吸气往下，起来站起来吐气，吸气往下。站起来不是，大家非常。而且膝盖发出咔咔声的时候。哦，咔咔声了，咔咔声有很多种原因，你请问你会痛吗？不会痛。OK， 好，那你。他没开玩笑，心蛮痛的。哦，没事没事。骨质疏松了。你的心还在这里，你的心还在这里。差不多裂了。那通常骨头痛痛的，可能是里面骨头有声音，是里面可能有滑囊，里面有泡泡，挤出来的声音。如果你不会痛，那其实你可以正常操作，因为我以前我也有啊。好，那没问题，那你还蛮好。这是我们第一个哦，第一个动作深蹲。好，第二个我们从它的深肩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会先维持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叫做我们叫鸭子蹲。鸭子蹲。对，鸭子蹲。跪跪站站。跪站，但你不要用力的往下。哦。要 hold 住。hold 住，对，稳稳的操作，稳稳的操作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二个动作 ，OK 吗？好。好，那你可以对 Mina 可以边呱呱叫边蹲也可以。Mina 看你秀了 ，Mina。好，最后一个稍微难一点点，那这个动作可能家里需要一些小空间，因为我们要干嘛？深蹲跳。啊？深蹲跳。对，好，你要怎么做呢？一样，站好你刚刚的站姿，来吸气往下，起来之后用力跳起来。只要跳起来就好。对，跳起来。那注意下来的时候，让膝盖稍微缓冲。对，如果你打直，其实会蛮伤我们的膝盖的。会马上我们膝盖 ，OK 吗？好的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先，我们会每个动作去做，做完会往 level 2 level 3 OK 吗？这是一个循环是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中间会有休息的时间。五秒钟可以吗？5秒钟啊，就是间歇。对，让你想一下，等一下要练什么？等一下要练什么 ？OK。好，那我们想要看就是每一个人，因为我想要去挑你们每个人的动作，每个动作。那我们先最有问题开始吧，教练。哎。还是我们看观众们想看谁？想看谁？想看谁先？谁先来？谁先来 ？Oh my god！ 乔哥也可以哦，乔哥的粉丝。乔哥开始拉了你的粉丝，就你。看拉了粉丝哦，谁先来？谁先来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先来就没问题吧。Mina。所以 Mina 先吗？教练先做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我做完了，我做完了。我刚刚也跟你做了。今天是谁在动？摄影师先来，不要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 Mina 开始。对，留言数太多了。但是我的名字比较好打，所以大家都打。没有，你人气不差，你要这样讲。人气不差，厉害。你的粉丝铁粉少女的。拉瑞姐姐是谁？怎么有？是我们的经纪姐姐，拉瑞姐姐。我们经纪姐姐叫拉瑞。完了不熟。完了。假友情。怎么会有不知道的问题？好，那从 Mina 开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到中间，那你们两个可以稍微复习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观察一下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的话，这个动作第一个深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做30秒。好。这样就是你一直做，那保持好你的呼吸 ，OK 吗？好，预备 ，Go。教练，我可以不做少女祈祷，就做少女爱心式吗？
你想做什么？你要站也可以，你要站也可以，好吗？爱心不能扭曲哦。好，来 ，Go。起，很好，然后不要吸气，吐气。少女可爱的表情要出来。哎，没错，感觉力量在你脚掌的中间哦。爱的我，爱的我，爱的我就是要做一些可爱的表情。没错，很好，保持呼吸，保持呼吸，吐气。稳，踩。笑，闹哎。我们认真的表情，认真表情。很好，来再低一点哦。来，很好，漂亮，标准的。啊，还有十秒钟，加油。我是数式的，是要秒数式的，没错。好，保持好一个循环。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好，来五秒钟休息，变回鸭子喽。乖乖，乖乖，好，来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来预备。来，先维持刚刚的深蹲的动作。哎，我们要下，我们要下，我们要下，哎，很好。来，预备。然后要跳起来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没跳。这是跳。哎，保持呼吸，保持呼吸。哎，我们看前面。哎，大家注意，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高度。哎，累了吗？没有，起来跟下去都是。没有，我想说我是进口的，你可以。但是教练他起来的时候，脚其实已经有点并在一起了。对，这样还 OK。对，就尽量还维持你深蹲的强度。加油，加油！好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你还有五秒，你还。好，三二一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没错。好，来深蹲跳哦，注意哦，下来的时候注意膝盖不要打结。下来做一做，忘记什么？好来，想一下，你是要准备当一根竹笋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要干嘛？回，咚，跳起来。没错。好来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咚，跳下。跳，好，用尽你的生命，加油！注意身体健康。来，要不，要不然一直可爱，可爱三连拍不一样的。爸爸爸爸耶耶耶！加油，小心脚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哦！加油！是不是很想喝水啊？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哦，真的很累。没错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看你搭谁下？其他两位我都没做。其他两位，另外两位哦，剩下我们乔哥跟雨晴哦，我们明天就开跑，开始吃瓜，当吃瓜群众，他们两个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哪一位观众想看我们雨晴还是乔哥呢？我的我怎么是还没下班呢，教练？他们两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没有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他们先好了。我可以早死早早生，就是我要压轴，什么意思？ OK， 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嘉宾乔哥进来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但是我忘记，我忘了我叫少女的情绪。教练，教练好好辛苦哦，今天的课程要讲三次。对，那叫少女的情绪。好 ，OK， 那第一个深蹲吧 ，OK 吧，简单的。好，来三十秒，预备 ，Go。加油，乔哥。加油，哎，注意哦，乔哥，你的膝盖不要内塌。哎，来，继续往下做。来，想要知道吉米教练的一对一指导，可以去新一和店教练哦。大家尽量往下做，都再往下吗？对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啊，好，踩，用力踩，踩地板，站起来。哎，很好。哦，要一定有，就是拉到那个伸展到那个。对，有感觉你的后侧股二头跟屁股稍微被拉开，就可以站起来。有 ，OK。好，来再来哦。再，好，我们看我一口气直接做完，起来。哎，非常好。他平常教回来，会抖会下台，会抖，没有，人气太冷，人气太冷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五秒钟，来 go， 四、三、二，跟着教练说减肥变简单。OK， 好，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很好哎，很棒哎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准备第二个动作喽，压直蹲。好，等一下，先要预备长这样子。哎，等下是跪跪站站哦。好，预备 go。加油！哎，练协调，练协调。哇哇哇！哇，加油！稳的，稳的，稳的，乔哥。哇，
啊？要不要直接边唱歌边做啊？冲不了啦！我是5594047，他的 ID 大家直接去看他直播5594047。今天不知道运动完哦，可不可以唱歌哎？现在先来，来大家继续啊，就在那边停。对，大家的时间。怎么问呢？对啊，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？时间啊。他的时间快跟慢没有一定，主要是坐稳，坐稳。好，那我可以慢慢。你可以坐扎实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但扎实也很累哦。很累，扎实的好像也是更有感觉。哎，来加油！哎，不对哦。唱歌开始。是。唱歌不是这种才调，可以去他直播间，可以去follow他，追踪一下吧，可以追踪我们两个。OK， 好，来休息一下。好，最后喽，最后一个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来准备哦，深蹲跳哦，降服降服喽，预备。鸭子不减肉。哎，跳太跳太小了吧？来，用力往上。抓得住。一。二。加油！往上。加油！哎，下来的时候。腿没力耶。加油！往下。这个真的超累，我刚才做这个也很累。没事，加油各位，加油各位，深蹲跳，最基本跳跃能力。那深蹲跳，请问教练？是，可以做到极膝的那种，就是。我说跳起来嘛，那个腿要更大力。哦，就是这个动作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在怀疑我日常的训练。你们的训练怎么这么累？增加火热啊！对不起，忘了你了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OK， 好，来，乔哥，你觉得做完？很累，比看似简单，看 Mina 做还好像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的话要人命。就是开始想说，这样滑一下外送平台，看晚餐要吃什么。真的，好累。各位请滑到健康餐，谢谢。教练，还是你有代言健康餐，跟你一定会比较便宜。好，没有，我都自己煮。哦，好吧，想要教练贴心一点，没有。来，不要乱送哦，不要乱送。好啦。那大家如果喜欢乔哥的话，就记得也要送出偶像海报，就可以刷乔哥的照片，还有签名呢。三个人合照了，对。OK， 好来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？谁呢？拉瑞姐姐就是你了。拉瑞姐姐，不要逃避。跟你吧，不要，你不要给他走吗？没错，大家走吗？我现在就要给你看。对，这个效很满的，这个效满。圈起来。没有，然后今天就来那种打水摸鱼，主持一下，控个场，哎，好吧。好，那哎，你看我们太激烈了，你看瑜伽垫都歪了。教练跳了，他已经全场都歪了。对 ，OK， 好。都被教练就对了。那雨晴啊，你压轴哦，你要不要更狠一点？不用啊。你要不要40秒？不用吧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健康强不够，教练。哦，真的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你 OK， 你可以做很快。不是吧？好，来准备哦，准备哦。好，来。已经忘了怎么办？哦，讨厌，再来一次。讨厌。那你加10秒可以吗？不行，拿两个来吧，我记得。好来，预备深蹲哦，预备 ，Go！ 好，我们先要注意，注意哦，轻松的啦，轻松的啦，手就拿来，我打个手活啊，好来哦，好不好？好要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 paper， 在做深蹲的时候，我们眼睛可以尽量朝前面看，因为我们往下看的时候，你的颈椎可能会歪下去。哦，想说教练说地板上没有钱，可以不用看了。哦，有男儿膝下有黄金啊，那女儿膝下就没有什么。嗯，这个不好说啊。来，再10秒。怎么好像大家都没在理我的感觉？可以啊。哎，大家帮我加油啊！大家都隐藏，大家是喜欢送礼物的啦，人家。大家要叫我加油，也不说我好玩的。我的 IG 是 YUC 点击一次，谁刚刚做特效？哎，够了，因为刚好时间也到了。原来。对。好累，都没有 cue 我提醒。哎，真的，你那么强壮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对不起，你那么苗条。对嘛 ？OK， 好来，我们要准备第二个动作喽。第二个动作，好来，鸭子蹲，先维持好动作。来，预备 ，Go， 稳哦，稳的哦。哎呦，这姿势偶像做起来不太可爱呢。来，那你可以做别的动作哦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师也跳。什么意思？你哪鸭子？鸭子都用。我刚才质疑了，你刚刚全身心的，对不起啦。我刚才是不是用飘了吧？好，准备10秒哦，10秒喽。鸭子下面其实也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它会一直这样子。对，而且鸭子蹲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要右脚上右脚下，左右都可以哦。左右都可以。
到家吃饭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动，你的膝盖以后走楼梯就会跌倒。来，三、二、威胁式。一 ，OK。教练，我累了。哦，还没，但你还有一个动作，OK 吧？大家都有的，你一定可以。对不对？那个飞机还有鸭蛋糕可以少吃一口，给他做出来。嗯，自己想办法喽。我们的诚意哦，我们的诚意哦。我送你礼物，帮我挡一下。哎，什么？他都忘了。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对了，他刚真的忘我要节目效果。算了，我下面上一上。我刚想说，走开。你给我解释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是在直播，你怎么丢礼物呢？我要骗你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就送我们的喽。我骗你他。来，最后一组哦，三分跳，三分跳。来加油！哎、欸，对，要起飞了。来 ，Go！ 一，我有队友，稳的哦。雨晴如果不当艺人，可能是当运动员了。可以当健身教练。哎呀，教练有职权吗？已经很多人想要上雨晴教练的课。没错，没错。教练喜欢泡茶啦。泡什么茶？我们喝一些健康的减肥茶啊，消脂啊。好杯。对啊，菊花茶好睡觉啊。哦好 ，OK， 那我们还有十秒。怎么还那么久？当然啊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轻松，我是开始练习。轻松完成，轻松完成。教练，我们要收叉了吗？哦，还没，还没，我们先让你缓一缓嘛，对不对？缓一缓。差不多那么久。OK， 好，那前三位做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哦，大概是大腿吧。大腿。我好像还好，教练他还好哎，教练。还好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刚刚先第一个做，我不知道动作是怎样。然后我刚刚看的时候，我才想到，好像鸭子起来的时候，好像可以飞一下。飞一下。你还想飞？他想二加三，教练。还是你要跳到下坡，跳到下坡，今天能直接达到巅峰。刚刚那个时长不够长。教练，那个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你在后面点个直接做了。可以再来一组吗？哎，谁要再来一再一组？仓鼠加码好吗？仓鼠加码。哎，没有，不是我加码啦。哎，米娜要加码了。你叫我名字啊，又没有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人家叫。米娜觉得强度太低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教练，请问你后面还会有没有安排动作？对对，我们应该有新的动作要学。OK， 好。这是米娜的搭配 level up 这样。哦，可以可以 level up。没有初学者，初学者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那我把教练这个瑜伽垫选一组。没有，只有我的，我的。哎，教练不需要有瑜伽垫。哎，我会先示范。哎，我们的教练有那个。帮你加嘛，帮你加嘛 ，OK。好，等下这个动作叫火箭推，火箭推。火箭。对，你可以找那种类似水壶啊，或者是比较稍微一点点重要的动作，物品放在身上。来，吸气的时候往下一个深蹲，起来的时候，哎，手伸着往上推，哎，吸气往下。往上推，哎，它是一个协调的动作，协调动作。那不只练你的脚，如果有点重要的话，可以去练习你的上半身的肩膀，对，因为肩膀也是我们很常把重心拿上去。你们跳的时候，还有上次拿麦克风需要肩膀的力气 ，OK 吗？麦克风其实是在这边啊，教练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唱。可是你们这样唱吗？像歌手在录音的时候这样唱，哦、有啊，那种摇滚乐手会这样，很嘻哈的。等你未来的发展。哦，你们整团也可以变那个发展的、啊。Rock 风，我们拉肉姐姐送进来。不行。好，那我们拿水壶吗？还是我们现在不拿任何东西？哦、okay, ，可以，你可以拿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会有节目的反差，跟在中间，然后拿那个比较有效。没错。耶、yeah。我先忘记跟你讲，教练，怎么那么快？怎么那么快？运动不会增加我们的能。跳第一个是这样，然后起来之后，手举起来。手举起来。教练，我们不要开什么健身频道，我们开一些医学的好了。对，但是因为深蹲还是要做它本来有的深蹲。我觉得我是脑这个记性不太好，就你好 ，OK 啊。好，准备啊。那我们的乔哥可以拿什么叫？乔哥，我想想看，那我们拿。这么狠的，这么狠拿皮子机。蹲下。哦，你们一个比一个狠，那我们就拿，好，我们拿。太狠了。我们拿瑜伽砖好了。再拿两块纸。心里觉得他多重，他就有多重，可以吗？你可以两手这样子抓。第一个是木器。好，那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做一样，统一三十秒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教练，如果有人做错什么的，可以直接点出来，就是让他再做一组。你有什么讲这句话的看错吗？哎呀哎呀，开始了开始了，女团之间的厮杀。我帮助你减脂，明啊，你有没有吃那些糕饼？哎，你并不是问我。我没有吃，我没有。哦，没有吃，你太 hold 住了。我留给我姐吃。好坏。
好坏，好坏，好坏，真的觉得好坏。好来，准备喽，准备喽，来，你多对一下，就是为你那一对多减轻一次七指法。好，好来，各位预备 ，Go。赢了啊！来往上推，哎，下来才能往下哦。加油，大家加油！哇，大家可以顺便起来都摆个表情 pose， 让大家截图，让大家截图。小哥，我们第一点掌声啊！哎呦喂啊！加油，15秒，15秒。我刚刚没有上去，对啊，他上次我很轻松跳，他刚没礼物到，我刚没礼物到。好来，十，没有礼物到，送礼物就会有礼物到，七，一定要到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 ，OK， 嘿，恭喜结束，结束，火箭推，火箭推 ，OK， 火箭推，火箭推，好，把东西可以先放在地板上。好好，那刚刚火箭推的话，其实两位我觉得做的蛮好，可能跟你们平时动动跳跳有关。有，我做动跳跳。在干嘛？好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休息。那乔哥的部分就是可能你可能很长时间在唱歌，所以很多人是坐着或站着，所以可能腿的部分会很容易被忽略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再动一下，让你整个身体循环变好。好。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要不要再做个10秒？哦，不要。教练骂打人的方式跟别人都不一样啊！打骂教育不太好，我们直接是瞧不起。哎呦！教书教育来了，OK， 好，那做完了主课表还要干嘛？当然是收操的部分。终于来了！哎呦，终于来到这个时候了。好，那我们讲一个大家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常容易忘记，但是很常叫做髋关节。我们就看到髋腰肌，我们等下做几个简单的面向。对，就是你的髋骨这边会连接你大腿有两条紧紧的，哎，它最主要是帮助我们去让骨盆往前倾，哎，往前倾或者是什么抬脚，哎，你会发现很多我们的可能去过医院，经过物理治疗所，发现一些年长者他们移动很慢，因为这边太弱了，他让他的手抬不起。对，那我们比较年轻的，我们去做保养嘛，对，用很多也要来身上。好，等下做我们半跪姿在地板上。哦，换脚好了。好，半跪在地板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双手去推你的骨盆，慢慢吐气往前，然后你慢慢可以头往上。请问教练，可以多低，还是就是到你想去的地方？到你想去的地方。最遥远的地方。我想要去美国。哦、可以，那你髋要推到那里哦。来，往前慢慢吐气推，然后你会感觉你骨的那只脚后面会紧紧的。对，就是你的这边内侧的，对，这边会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慢慢吐气。对，大家都每次可以拉一下。慢慢吐气，哎，往上看，往上看。往上看，往上看。哎，你想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天使。我看到天花板耶。好，来，看到天使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回到正跪姿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二个面向，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对侧手，对，是右手右手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往你的轻轻往你的侧边转，对，去伸展你的侧边的部分，对，慢慢吐气。但是是不是要注意哪部分啊？侧边注意，因为你的脊椎来说，你不要整个是大歪，整个大歪，哎，主要骨盘是正，慢慢的向外延伸出去。我都不干呐。OK， 好，来慢慢回正。回正。好，最后一个方向，那我会往你的腿的这一侧去旋转。伸展出去，哎，一样，不止伸展你的髋关节，还伸展一下你的胸椎的部分，哎，慢慢吐气。好，大家注意哦，髋关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它是一个360度的关节，是最大的关节在身体里面。OK。哎，好。那我们的髋关节目前怎么样？OK， 都蛮正常的。测太棒了，没有测完的问题，我只是两个地方碎掉。好，慢慢转回来，我们换脚，我们换脚。对，你们可以顺便测试看你们左右的哪边比较紧 ，OK 吗？好呀，吐气往前，来推你的髋骨。好，所以你可以推屁股，一直往前推。好，可以要往上看，吐气。哦，大家的筋都不错哎，大家筋不错。这时候可以边唱歌边做。好，来，慢慢回来，回正。好，来，一样，把你的手举
举起来，背侧手，踝踝的另外一边压出去。好，乔哥，另外是背，就是金项链的手。Gold chain 哦。Gold chain。再来一次。对。慢慢吐气，往这边，就伸在你这边。这个动作我昨天上瑜伽课做过哎，没错，因为看起来不是很稳。教练旁边的人一直干扰，不像。毕竟你们是竞争对手，你看我嘉轩就一直坐在这里。徐怀钦直接扑给他看，慢慢回正。来，我碰到隔壁的，那怎么检查要怎么碰到隔壁？我不知道哦。好，来再做一个旋转，伸展你的胸椎，哎，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哎，胸椎你会感觉你的背或是你腰椎会紧紧的。因为它肌肉拉很多，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尽量往另外一边转。我不行了，尽量看向后方吗？对，尽量看向无限远处，无限远处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看太远。好，慢慢回正，慢慢回正。OK。哎。好，简单的我们的髋关节 OK。那我们做最后一个鸽式。就是，对，或者这是禽类的一些。没错，今天好多动物哦。好，那等下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双脚，我们的单脚，对，我们的踝跟膝盖尽量可以一致。一致是他们一起堆叠吗？没，平行。哦，平行。没错。平行的意思是这样吗？没错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屁股慢慢往下坐，往下坐，然后身体往前趴下吐气。对，去伸展你的臀侧，臀侧。我现在是一个膜拜鱼。没错，谢谢，故意的自肥，教练自肥。有个规则是，消失不到几分钟，没有人脸的话会自动关门。请问这样子是合法的吗？想问一下小编。OK， 那因为大部分女生的筋都比男生还要软，通常男生这样已经在叫了，这样子。睡太长。啊OK， 好，慢慢的用手把自己推回来，然后换脚。那像是女生也很喜欢练臀线，所以肌肉可能在那时候用力的时候会很紧绷，那勾式是很好放松的方式。这也蛮舒服。对。以前我们高中很不懂事，就觉得这个动作叫卖口香糖，超坏的。哦，我们超地狱的，我们超地狱的。儿童不宜，你俩干嘛？我们太坏了，对不起。年少无知，年少无知。大家都有青涩懵懂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学教练哦。我们要看向教练的现在，而是他的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吐气哦，吐气。哎，就感觉你的臀部可以延伸，觉得轻，很软嘞。我其实刚进来算蛮硬。对，刚进来的时候是被推下来的。每天都在，然后就哎，我们很多这种。教练，我刚进来的时候还不会走。我们 AKB 呢，就是诉求是素人啊，任何平民都可以进。进来才学会。对，他进来都学了很多东西，就是学会怎么做人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要慢慢回来，不然巧哥要直接睡死了。OK， 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收操，今天课到这结束。耶！非常舒服的一个收操哈。直接 pass 这样。对，如果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的话，我该可以现场离开这边。好，等等，那教练现在为我们介绍更多的不同的放松的方式，因为其实现在人都久坐，其实有说过，上班族久坐，而且女生她其实平常回到家，像我姐夫上班很久，而且自己坐在电脑前面一直在干啥？哦。那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下肢啊可以更放松，让自己筋骨比较舒服？对，好，其实很多上班族哈，其实当然不只有我们所谓的下肢的问题，其实上班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我刚刚提到有个胸椎的部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做那个，那其实会让整个舒展蛮多的，就不会所谓的弯腰驼背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很可爱，叫麻花式。麻花式，对。麻花卷，我练心的。热量很高吗，教练那个麻花卷？超高，因为我妈妈是天津人。所以我们很常去天津的时候，有个十八街麻花，一个很好吃，吃一次看，妈呀，怎么500大卡？啊，那教练，那如果是放假的时候可以吃吗？如果你天天吃那个，我可以接受。教练，你吃一下，身为父母辛苦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是你会记录你们的体重？如果有时候需要标一下体态的时候，可能非常需要。教练刚刚瞄了一下经理。没有。会怎样？人家够你看，他会怎么样？
好，那要我们先来做示范。那可能因为我会躺在地板上，可能你们可以靠近一点看。好，麻花式，麻花式。做的时候呢，我会先做侧面。侧面。对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我的前脚外侧脚放在上面。上面。后侧脚。后侧脚在后面。对，就像马力欧那种感觉，对吗？好，做的时候呢，你的这只手抓这里。抓这里，对，然后这只手抓这里，哎，要手把自己搬开来。教练，请问这个是一般人真的学得会吗？如果比较不行的同学，可以都先跪姿，然后往旁边延展就好。哦。他就会把你身体当对脸的感觉。哦。对，那最好是你的肩膀可以碰地，然后这只脚也可以碰地。哦，了解。这是外侧脚。外侧脚。对，所以你要做的时候慢慢吐气，慢慢吐气。其实我们拉伸是慢慢推，因为这个。不可以马上下去，不然有身体很容易会受伤。所以是左手要拉右脚，左手拉右脚，没错。右手要拉左脚，来，你好，右脚，对，什么拉得到？来来，好像玩拼图一样的感觉。Come on, come on, baby, come on, go, go, 哎，对，那我怎么？抓小孩，抓小孩的部分。他教练，你不要逼人，你小心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那教练这只手呢？还抓膝盖。哦，膝盖，哦，膝盖，那你怎么样？哎。对，看了看一下另外一处，没错。你要好好就好吗？好，可以。对，好像有点辛苦。我好像没有在垂直挣扎的什么声音。哎，两位也要一起的。啊，我们也要。当然了，你们双飞。我在讲他的什么好？他的体态。孩子，我先躺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不演。你知道，哎，乔哥，你的外侧脚在上面，然后在后面。那我躺下也好看一点。哎，我这边有卡拉拉，哎，小心哦，因为胸都会紧紧的。对，你年轻人是抓你的脚哦。我想抓你，我是爱的，我要。OK， 大家可以看他这边，你看，大家认真，只有他在顾他的美颜。那我已经想成这样，你要一个爱的，真是伤心。要找安利。慢慢仔细哦，慢慢仔细。好，就感觉一样，胸椎跟腰是紧紧的。好，大家可以继续。好，后面不舒服。不会来。好，很舒服。还有嘎嘎的。有嘎嘎的。你想上面的好，其他都关。OK， 来我们换边，换边 ，OK。换边。恭喜。哎，是教练帮助。还是给粉丝发了八号指令。右边是左边，左边是右脚。好，那怎么办？另外一边是。没错，你做对了，来抓他，抓他，对，好，拿多一点出来，再拿高，再拿高，好来，右，你的右手到这里，到你膝盖，拉高，哎，感觉你的肩膀希望可以靠，尽量靠近地板，这边比较硬哎，对，因为你们都有惯用边，惯用边，哦，所以右边会比较对，好像是，不一定，左边比较高，看你们喜欢转哪里。变书本，变书本。可以吗 ，Mina？ OK 吗？可以。啊，如果一般人其实他做不太到这个。一般人其实特别是男生，因为男生很常用力，所以我们在做的其实有很多人的肩膀或是膝盖是碰到的。那另外就要慢慢把它压开。还好我刚还没吃完，还有零出来。好，我刚吃了。感受到那两个温泉站在里面。Mina， 你手可以拉，脚可以拉高一点。没错。教练很久，这有可能要成功了。你看这边他没办法下去。然后很高，这边不安全吗？为什么？敲可以有一点。这个身体在教练上加油。而且他约莫这样的距离，大概15公分左右，到什么时候可以下去？就要天天拉咯。我天天地方没吗 ？OK， 好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。好，原来不舒服，原来不舒服。米娜哪里不舒服？米娜太呆了。完了完了，米娜怎么了？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拉出去了。米娜，他已经出窍了，他灵魂不太舒服，去到九人分离体这样。好，胸椎麻花式，对，就是我们会让一些会员，如果他有长期，比如说驼背啊，或者身体很紧绷，我们会让他简单去操作他们，来操作他们。驼背的话还有很多的原因，那我们还可以做最初步的一些简单的
我说它是治疗跟恢复。哦，治疗跟恢复。对，算是最浅浅的。灵魂飞走。这个了解。那Mina，你觉得今天的感想怎么样？就是做完一个运动，你要站起来还是去坐下？坐下来已经蛮糗的了。不想站起来，直接滑板。然后坐起来也是蛮糗的啦，这样子。这样结尾，大家要讲一下感想。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鸭子，鸭子的那三套那个其实鸭子是只有第二个叫鸭子。比较深蹲，第二个叫鸭子，完了，叫深蹲跳，啊，还是在往上飞。可是深蹲跳很像鸭子啊，就是起来。鸭子不会飞呢。他说鸭子。你是你们的 MV 还在的，一直教大家。很闹哈，闹不要自己偷偷打歌，因为喜欢的 MV 上线让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这个是你的感想吗？对，就是我希望如果下次还要做这个动作，我可以当一个诚实的鸭子。非常觉悟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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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后的你要当 Mina，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话说我很像鸭子，所以我可以历练跟鸭子有关的东西。好，期待你下次的惩罚。那乔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很喜欢刚刚的牛妈花的，我喜欢这个动作。你们有发声音吗？有一点点，尤其是脖子，对，还有这边就很有伸展的脑门。那他有要注意，就是我刚才讲，他是一个。如果自己控制不好，或是憋疯了，那可能会造成受伤。慢慢就好，不用急。就像我一开始做个简略式的，有时候你们刚起床的时候可以屈膝，然后慢慢的延伸，然后头往上靠。所以你刚起床，好健康哦，一起床。对，一起床。下床一边，光下来就要花个二十分钟在那边伸展。这夏天出门，头发要飞走之外，原来还要先拉筋。对，我由内到外都要好看，哦、对不对？哦，没错，这是一个完人的表现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像我啊，今天追大腿嘛，其实我超害怕一些什么肌肉啊，像我们想跳舞什么的，很怕长小腿肌，而且我小腿肌超级抓的。他一直说他跑步长小腿肌，所以我想问，跑步到底会被影响肌肉的生长？对，他后面有一个砖块，你会看到真的瑜伽砖在这边呢、啊。瑜伽砖，我今天看到先主题是练什么，就露腿，然后就不敢穿短裤，因为我想说我小腿肌真的太瘦。他家里看话就是你需要练。对啊。在我们几个简单的可能研究里面跟解剖学，那小腿它很大一部分是遗传基因。没救的意思吗，教练？如果你想打肉毒，我们不反对，但你会跌倒。因为肉毒真的会影响走路，会没有会给瘦小腿。哦。那我们以健康角度来说，我们不建议。那怎样走更自然的疗法？好，那其实最主要就是所谓的小腿拉伸嘛，拉伸。那通常最简单的是，我会整条腿自己去拉，对，然后一只脚往前，然后呢，屁股往后，不是往上，然后慢慢的往前，有点整个后大到小腿会紧紧。哦，有紧。我很常这样拉，可是还是很小腿肌长。其实49天，一天20小时都有啦。OK， 那是天生的遗传。天生遗传，那还有几个成因，另外两个是一个是肥胖型，一个是水肿型的。对，那肥胖跟水肿都是属于是比较常见的，只是你脱水啊，或者是你的脂肪下降，它就会。他说什么行星妹？教他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几个案例，就是我有个学生，对他的小腿从50公斤就长那样，然后到增肌一直成功到89斤，他的小腿还是长一样。诶，是他没有练吗？还是？他有练，就只是他要长大。很难，非常难，因为它又属于叫做耐力的肌群。来考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哪边是耐力的肌肉在你身体？心脏吧。哦，心脏很强，世界上最强的就是在我们的心脏上。才对，教练刚刚说小腿。对，它属于耐力型的肌群。你觉得哪一个？那耐力型的肌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耐力。对，耐力就是可以撑很久。有耐力才肌肉。没错。才可能是二头肌啊，三头啊。不是小腿。小腿是其中一项。那我再猜一个。对，这个节目好难啊。大腿它其实比较偏向的是爆发型肌肉，但它也有它的耐力。OK， 好，那我直接讲比较简单的，好不好？你们的腹肌，对，你们的腹肌就是耐力很强的肌群。会发现你们可以一直做仰卧起坐，一直做。不行啊，不行，教练，我不能做仰卧起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我的你说背不太能弯，这是正常的吗？背不太弯是？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是直上直下，人家是这样卷起来，我是直上直下。我这个人比较正。你现在就不要，怎么？不是要电话？可是要怎么直上直下？因为我真的是，好了，我做过。为了节目现场，我真是我起来的时候我没办法很弯了起来，我到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地方就没办法起来。哦，你没有办法起来。
好，不拉我。好，像是像是这种话，也有可能是可能天生的身体构造的问题。对，但我会觉得仰卧起坐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训练。你可以像是，后座帮你可以叫你照顾。哦，我教练，我没有膝盖。不要怕他了。特效不要做那么满，特效不要做那么满。太直接，我个人比较正直，我有话直说，你知道吗？像教练效果拉满哦。OK， 所以小腿要变粗其实蛮难的，蛮难的。那我还会觉得是小吉比我还粗，真的比我还粗。对，可是他力量没有我大。所以他跟你的，他顶多是耐力可以多撑一下。那像是你们看一些马拉松选手，他们其实都偏细，因为他们耗能太高了，很多的肌肉被分解掉了。对，但他们很厉害，就是耐力超强。哦，所以其实粗细呢，就是这东西是要看体质。遗传，遗传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救了。啊，拉筋卡，刚才是有救，现在把我希望，真的，明天带给大家希望，快点。你们的小腿，你们小腿其实都非常健康。真的，天，我的小腿肌肉真的没有，那就是。不要乱讲话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的小腿肌肉都很壮。不是 live 节目，不是剪接，是谁帮他来的？好了好了，那就大家今天的感想，就是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多多去做运动。那也希望小哥下次也可以跟我们讲。Okay. 那我们演讲时间还有42秒，那教练有最后要宣传。哦，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再见了。我们的健身房 Anytime 24小时，那我在新亚里面服务大家。那我们这边会有提供很多的免费团课，只要预约你就可以上，包含了很多的瑜伽，还有派对舞蹈，或是拳击比较强一点点的有氧课都可以。那欢迎大家来，大家来，我们在非常好的地段，信义安和站5号出口，我左边走到底就到了。两分钟，但是小心，我们前面有什么麦当劳？哦，对，我想说是什么在通话？没错。对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麦，那个日式猪排。对，大家小心，我那边有很多陷阱，超可怕的。训练心智的地方。那是陷阱卡。而且最狠的是我们那边，买一送一的。我们那边还卖了什么？多卖一个东西叫做酒。啊，酒买酒，经过很可怕，很可怕。每次去的时候都要蒙眼睛，这样，好辛苦。对。抽奖中了，中了，来大家，哇，恭喜一下的用户。谢谢大家送的偶像海报，会不知道我们签名哦。第一个是阿缇娜，阿缇娜，恭喜！谢谢夏儿，谢谢。那其他的笑笑，恭喜！恭喜安妮啊，恭喜我让安妮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今天呢，第一周呢，我们的直播的时间会在6点，那我们之后就回归8点的时间。之后都是8点，大家记得6点吃饭，好不好？中间休息一个小时，8点跟我们一起运动，这样可以吗？休息。消化一个小时可以运动吗 ？OK 的。那我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减脂，好吗？耶！那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榜单。好，恭喜恭喜！来 ，Mina 先。好，第十名是吉米粥。谢谢谢谢。第九名是熊熊。谢谢熊熊，谢谢。那第八名，第八名是燕，恭喜。谢谢。那第七名是吐司吉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张拔辣，谢谢，对，谢谢啊，对，我是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永远一成为第五名，谢谢。好，第四名是安妮雅笑，哇哭哇哭。好，第三名，第三名是俊佳，哦，俊佳记得去找教练报课哦。没错。再来是第二名，谢谢夏儿，耶。好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阿妮雅，谢谢。快去找第一名，他也太。那 IG 有分享哦，这些知道乔哥的体脂的话可以抽奖，大家记得。好了好了，要可以推给你的朋友。23他的体脂。啊，又讲了，又讲一次，太狠了吧！真的好不好？真的会知道了。来，如果你有中奖的人的话，记得要点左上的头像咨询，留下电话、地址还有姓名，就可以收到你的奖项喽。好，我是玉晴，我是 Mina， 我是大乔，我是 Jimmy。那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好，这样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转过来了吗？下面麻烦三位，我要拍一个拍立得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你先转过去。不是，你要转镜头啊。啊？哦。哇，这里好丑。大家等我一下，我要回来了。
嗨，大家，我回来了，体力用不完，当然啊，我还可以再做很多的鸭子喽。今天好嗨，还好吧？我会太吵，我过去一点好了。哦，但我们等一下要拍那个合照。OK， 我们先拍照。好，我先去拍照，你们等我一下，可以给你们看。嗯，明天什么？现在是要拍照吗？对啊，拍照不能给他们看呢。可以啊。哦。耶耶。你们等我一下。哇。干嘛？正指数啊？没有啊，可以看看我怎么看。他们在刷底线。对，谢谢。好，互相会。哎，教练，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好。蛋糕还要拿下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一起，都叫教练进。运动完吃蛋糕。OK 啊，给我。蛋糕，你要可以帮我们拍吗？对呀、啊。这里。它是特制版的蛋糕哦。教练，那站这边好了。特制的蛋糕。教练选的。好吧，谢谢。正经一点哦。教练是那个什么右脸。正经一点，正经一点。教练刷中间。好。今天我头发有动吗？没有。好，加油。这边。看这边。再多摸两下就有动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一张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一张。等下晚一点。一、二、三，我都可以。教练，我这边也会紧张。哈哈哈哈哈。来哦，好，感谢。一、二、三，第四名是 Derek， 谢谢 Derek。第三名是俊佳，谢谢俊佳。第二名是阿凯，谢谢阿凯。第一名是罗丽郎，谢谢。对不起，今天都没跟大家互动到。对，等一下我思考一下的。然后明天晚上九点有直播，大家明天再跟大家好好聊天。那啊，先关台喽，因为有点混乱。大家晚不是晚安，去吃饭了没？大家拜拜，明天见，耶。